但是有上戏大家都很小心，还是会先抓一遍，就是慢慢的那个习惯。你刚刚这样操作已经算没有，因为我买另外一排叫 YC Union，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洋葱。对对对，他们也有一块。啊，可是它的管径，我们看它，我整体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。它的管径有没有做得很好？但是我它是做它的 copy 的很像。他其实做得很快，那你们好像是几乎同时间出来的。对，因为大哥这样子，他是外形都，因为他本身没有做脚的技术，嗯，但是他现在要进这个市场，他就是看谁做得好就都学习这样。可是这个为什么是他正常使用就是这么卡，要用这么用力才可以把它搬起来？应该是他需。这应该可以稍微调一下，因为这个算新的。我觉得应该，因为这真的需要，对，有点，然后它锁好像也没有，好像压，我不确定它是要压的多下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你刚才下来就行了。OK， 但是它起来好像还是对，要老美OK， 我们你的手还比我刚刚操作好，我拿去给店员做的，他们又比我好，是因为。这个老美用很好用，我们有时候跟他讲，可是他说因为你管径要这么多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但是会顺。对 okay, 他们是，所以他最近用女孩子在广告康，这次在跑，可是我跟他讲跑没有关系，问题是你不会叫女孩子这样推的。对啊，他昨天还有在曝光那个广告啊，背着跑的有啊有啊，对。所以 Facebook 广告是都你们在丢了吗？还是其实是官方在丟？中文的我们丢，英文的他们丢。OK OK。因为老外比较气力比较够哦，他们操作就比我们又更顺。嗯。因为像洋葱的，他这样子扭动会还蛮严重的。因为去年他们有问我们，我们就说。他有卖单卖脚吗？我记得好像没有哎。单卖脚有，有可以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有人要买头，有人要买脚，对啊，我们展示一定是头跟脚都要一起。好，反正有需要都问你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。像之前有那个摄影师，他帮五月天的嘛，他也是研究了好久，就是说他很在意这个结构。哦，对啊，中间。对，因为有人会镂空还是干嘛？他觉得脚没问题，对，他脚是没问题的。他一直他因为五月天算是动态的，他们会阿信会跳来跳去，是是是，所以要好跟这样子。对啊 ，OK。我刚刚看你操作都比我跟店员讲的时候都很顺了。我用，因为我那个洋葱也用一年多了。那你很厉害，因为洋葱的东西真的是没有，是因为我找需求了，工作真的是没有，是因为我跟他们的，就我在展场认识他们啊，他们就有新货要不要买啊？对对对，他直接我就直接进一支。他们去年不 OK， 今年又稍微 OK 了一点。他们去年。他其实有很多，他一直出新的，一直出新的，因为他然后都叫同样的名字。他不这样不行，因为他去年我们去他摊位二楼嘛，去年在二楼，今年在一楼。嗯，去年我就跟他说，你滑轨做的还比较好一点。他因为我们就大家都直接讲重点，就说不行就不行。他新的我是觉得还 OK， 已经进步后面的，但他前面的好像第三代吧，那整个。脚还是会卡住，对啊对啊。我们去看的时候，他脚还会脱漆嘛？我们刚刚讲你叫我们看就不必了，对啊对啊。好，都可以参考一下。你们是哪一间代理啊？利普，利普，我们代理思瑞。OK 啊。好啊，反正有需要都找你。好的，有问题再随时。有再继续逛逛你们其他的。跟我们说都可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